太长了。那你做这样就是对的啊。可是我看你穿着一个辫子吧，那怎么办？左右现在右边哦，拆掉右边，你看啊，我拿着比例的左边的手脚线，一定要跨过这一个，在上面，对，交叉交叉做，对，来换左边的，你是做惯了，还有啊，可以再加两个，加两个，绝对性绝下去，来就在右。要有说安尼，哦，哇，这个东西，你有安尼头，你安，看看你这个来抢。来，这个下来，谁的？来，你的呢？对，这个哈，你要是红配蓝还是红配绿？你再打，红配绿。现在你身子啊，还很长。对对，你这样子，你这边怎么穿进去的？对啊，就是、我们要把它剪掉吗？他不拆开呀、啊，那个剪开。因为我的手太短了，所以拆掉好了。要拆开就好了。对，因为我的手是很短。并不是机器，对啊，老师，我要那个手的痘痘。脚也一样。好，你要穿手长。脚也是这个。穿这个哈、哦，小开的，老师好了，那边要放，老师好了 ，OK 好，然后再穿那个豆豆，穿个漂亮一点，知道哦，好，穿这个豆豆，对，穿一颗就要先打一个结哦，不然会跑掉啊、哦，跟脚各一样可以吗？从哪里穿？这个豆豆哈，从这，看你的孩子吗？现在别穿，从这穿帅。看你呀、啊，大头大脚，一边长，各一个，左右边各一个，我快，后方啊，左边，这样，这样子吗？这样子吗？这样子吗？对，哦，你这样打一个结，那你两边就要一样，对了，啊，对了，是吧？啊，你可以啊，你先打两个结是吧？啊，你还没有穿呢，还可以穿，打一个结对，我打一个，我打一个，他先打两个，阿公你先打结，好，啊。你的这个哈、哦，如果要穿头，脚也一样要穿。来哟，来。好。是。因为还要穿一个头，然后再打一个结。你要做吊饰的话，可能会好那个。好，来。是。这样对吗？对。要是这样可以吗？看见我从那里，现在可以。从这边。